各位同亲，大家好。因为头拄啊下课时有听到咧讲，咱迄阵啊是美国美利教诶来甲咱轰炸啊。现在较少年的，也是一般的人较无了解，拢讲日本来打台湾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有诶毋知安尼啦，啊，我毋只讲去台中州啊，咧讲228事件，为什么世界各国？拢无反应，即大家较简单诶吼，讲互大家知啊，就是安怎，伊甲咱骗啊，用一个公文，迄公文大家已经看过啊嘛，对无？讲啊，一月十二，甲你啊。公布1946年，甲你公告讲，日本留落来遮个人，啊，一夜之间变为中国人，咱个国旗甲咱改做中国人，迄敢用一道公文尔呢？美国、英国三次抗议，搁迄个要做啥？加拿大过来咨询，讲你要改人的国籍，那是要有三个，你自愿，还是叫做意愿，大家还是要有宣誓，有啊无？这些动作拢做起来无？拢无嘛？所以这是不合法的。不合法，用安那个搞你不合法呢？光复节了啦，回归祖国了啦。你看那个光复节在中山堂那个会议厅来的，挂四面国旗，讲做光复节啦。什么国旗？美国、英国，啊个加连白，啊个一个苏联，四国。面顶是美国国旗。讲咱讲光复节，光复节，好，咱啊。大家去出啦，日本遐留学生啊，啥讲哦？对啊，台湾光复啊，大家回到吼，拢用安尼甲你骗啦。所以咱这个人敢死敢死，因来讲，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，你们不可以请愿，也不能抗议，你们结群游行来抗议，机关枪架起来就跟你扫射。世界哪里都没起来抗议，那恁家的国民啊，伊个想法，伊讲恁个迄个家的国民啊，如果想到倒来，你们是战，因为你们迄阵啊，大家拢是国民啊，因家的拍死个，因家的里面等于是内政的事情啊，但是人道上那边。伊要来讲的是，伊讲，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啊，一定要接受命令，我们的命令要接受，不接受抓去枪毙。我用这个模糊的状况去，世界大概点点啊，无法度啊，所以这予大家去思考啊，咱过来看准备的资料。这白色恐怖慢慢在这和大家看到好了，这就是安怎呢？伊这个是美国人啦，伫福大咧做教授啦。迄天啊，拄啊那遐拄好，伊我莹莹下当走入去行政伊也锁入去啦。伫拖底讲去看到这张啦，这拖底页条抽起看，再甲翕一个相。咱这个公务人员吼，
拢咧做假啦，拢咧骗啦。恁大家想看卖，这是行政院的，算是都是那这里行政院的当职员的话，都是算是高阶的职员了。啊，你做啥？咱来看一下，这一下，哦，这吼，因这个科啦吼，这个科吼，叫做诸葛科的同仁啦，吼，亲，一个叫亲爱的哈，哎啦，哎，同仁啦吼，每天呐，啊，在行政院一点，这个一点通吼，啊，加的报道来对啦。最少拢爱点50次按赞啊，赞唔敢下错，要去点啊，至少要吼、哦、那个点击50次啦，哦啊，这就是吼、哦、啊点完了以后吼，而且个为者来回报完，啊，这个表底下咧登记。讲多一个有点，多一个无点，啊，这个小姐哦无点，啊，这个吼，啊，来记录，啊，这拢在做骗的。公务人员，食饱唔去讲食安的问题，社会发生的状况，年轻人的就业问题，年轻人。购物问题，拢无咧讲，阿咧讲，咧做起来伪造民意，阿你看，这无经官号走，拢伫遐咧食了味。所以有当时啊，讲台湾人民吼是啊，足好管的，无法度。从食安这个问题吼，那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吼，即我讲我的感觉吼，有食到这个食安的，这个人的面，去甲政府讲，我不爱交税啊，联合起来。我请这些公务人员干干领钱尔啦，无咧甲我做工课，我哪会爱搁去交税？啊，若搁讲啊歹听，讲安尼好，你若要搁叫我交税，恁这些有相关这些人，拢减薪一半，啊，毋则过来交税，先减薪嘛。人民。团结就有力量。我去南非约翰尼斯堡跟普利托利亚遐讲，哦，啊恁遐我扫描器较济啊。因遐讲因的扫描器是安那？一看你这台车驶外紧，位啊入去，去到遐几分钟，伊拢甲你算出来。啊，你有超速无？吼、哦，遐咧掠超速，啊，甲咧掠这个过路费啦。到尾，因遐住民吼，差不多40-50%唔够啊啦，过路费唔够啊啦，我还是无多好去实施。啊，咱个公道转来，咱遮高速公路都起好啊，叫一个台团啊，甲设一个扫描器，尔都啊坐伫底啊咧收钱，安尼敢对？啊！伊安那？伊干那啥？讲要好较紧啦！我讲好较紧啦！啊！这个钱去予财团去收啦！啊，都无遐多啊！啊！我唔知听人咧讲，遐立法委员遐拢咧食屎。我甲大家讲吼，迄阵啊。那个有做 EDC 的弊案啊，有甲通知啦，
叫我看要去审查也无啦，发一个来啦。啊，迄阵我嘛有一个任务，我一个伫我一间私立校咧做讲座教授。哦，讲座教授是教授了后，迄超过年龄啊，甲都啊讲座教授。啊，我遐有任务，我问阮迄董事长讲，我要叫我去去迄边，都买了，卖去腾那个浑水啦。我比较倾向啊，我若去，当然我会坚持我的意见。啊，当然有时候没有用，五个外聘委员，好、哦、啊啊，伊遐那间三四个啊，都爱讲啊啊，干那我都爱咧话啊，那是无听老用，我不爱参加。类似吼、哦，现在拢要想，你知，叫一些学者专家当背书啦，足济代志啊。拢咧叫专家学者当背书，而且来专家学者都有提出良心，请他们怎么做，但是他们看你较袂好势，后悔的无要叫你啊！啊，咱若去某摆，咱就歹去啊！内政部叫我去审查这个案子，啊，我迄阵甲建议讲，咱哪会无爱去比照？新加坡，哦啊，新加坡的制度，咱就提来做一个参考的，加安尼建议。啊，迄、那个咧做研究的、那個，迄个单位，伊是迄、那个有做东吴大学的人咧做研究。啊，甲因遐内底的人款拢有关系款。伊讲安尼，这个研究经费无够，因为我提出这个意见以后，另外一个跟我同样的在审查的。委员，伊提出来讲，啊，无得美国拿来做参考。当然，伊讲用韩国甲日本的观念做出来。啊，我的想法是讲，韩国甲日本的观念，我认为无够啦。华人可能是新加坡，啊，甲咱较同款较正常，咱奈无爱用新加坡的资料过来提来做参考。啊，遐个国讲，安那无国用美国，而且，到尾叫我去，我就歪去啊。这就是讲，咱即嘛吼，无法度啦，真正无紧甲赶赶好走吼，咱即个靠经验的吼，爱来斗三工，整理这粪扫，吼，安尼。予咱未来的子孙会过了较好，啊无啊，保死的真正，拢予财团啊钱滴哩冒去，滴哩迄落去，哦，啊这白色恐怖啊，这个啊这个也不要紧啊，这拢知影吼，我来看一个，这讲招大家来国企啊创，哦，系啦，来创造历史吼。啊，这个我应该爱讲了。早起秘书长讲到这，秘书长介咧联络的呀，去送这两张图啦，有无？早起秘书长伊讲，人打电话给伊啊，到尾佫一个啊讲台湾话啊，伊有安尼讲啊无？迄个人送的啦，迄个人送这两个啦。伊伫四季酒店的时，送这两个，你讲交予你秘书长就知影。咱唔只会去拜天皇，若无这两张哦，咱敢会去拜天皇？迄条我真会阁拖，会阁拖。伊这两张来，咱很明确啊，美国的政策就是这样的。啊！伊阵若讲阿弥陀寺，伊若讲出来，因为秘书长有讲，我讲袂紧，哦。啊，秘书长若讲无讲，啊，迄人无讲，因为伊阁讲一个内底该讲单话，也讲单话，因为他那个是在日本留学，又跑去美国，又去美国本土台湾人，啊，又在美国。阿弥陀寺里一个重要人士，
好，我别个讲伤济，因讲伤济吼，迄连带下来吼，如果嘿买吼会保留吼机密啦吼。啊，这也大家知嘛吼，大家应该足清楚啊吼，所以这无问题。啊，即卖要互大家了解吼。因为咱去原告嘛，吼、哦，去告美国的嘛，啊，伊有这个判决嘛，啊，有这个判决就是，啊，我就感觉很荣幸，即卖这个律师来吼，迄十一个内底我要伫遐，哦，啊，所以我也感到，这叫做创造历史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咱会了解吼。伊迄阵啊，目前吼有20要减吼，即马讲要减到120,000人咧，吼，一个直直减啊，吼，啊，这3000当个猜测啊。哦，啊，这拢予大家看过啊，因为这个是啥？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，所以。郝柏村去咧唱中国国歌，哦，中国国歌啊，伊伫遐咧唱。郝柏村以前在讲中正蒋介石他迄个对吧？蒋经国的身边的一个将官，啊，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。当然我是当狱官的，我派到哪里去？军管区，就是军政府，还有民政府。啊，秘书长讲，迄就是警备总部。事实上，他挂的牌子就是啊，台湾军管区总啊司令部，过一个警备总司令部，两个牌子挂一起的。我的背章是军管区的背章，后来又派去哪里？派去板桥，迄个就是台北县团管区，哦，迄那是军政府的单位。哦，啊，伊迄边啊，搁写一个台北县啊警备总司令部，警备司令部，啊，这是。台北县团管区，这个就是军政府啦。安尼大家清楚嘛吼？啊，这确实都有这个单位的。啊，这头拄啊讲的，这拢因家己起的哈，家己起的啊钱，啊唔只甲好多安邦，咱只出钱啊，互因来吃。好啦，吼啊，这好大家看哈，啊过来。因为这我看到一个报道，我才去想这个代志。12点过，拍摄你民航机，什么机要入台中机场，都是延迟前往。哎，我去看一个报纸讲，香港的一个飞机，甲只12点，十几分啊尔，啊讲，佫甲寄飞香港转去，啊，这是啥？12点以后是美军要用了。美国对外，他陈田刚这个地方是美军使用。12点以后，可能到6点还是这个期间，所有民航机不能降进。啊，没有办法降落了哈。啊，这里都有个人讲啊，你这里新闻政治要做啥？啊？不可能，咱起码来现身说法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当然这是三立的报道哈、哦。啊，讲这咱是啊给咱起码是感谢三立给咱报道啦。咱起码卖看三立的，好了，搁看三立报道好了，时间应该没有问题。
宣传单、报纸广告，厚厚一叠，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，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远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好，咱今麦吼先介绍一本吼，这本足重要嘞，这本。啊，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因为安那讲这本足重要，咱发身份证根据这一本，啊，这本吼、哦，美国也足认真嘞，叫咱发身份证，啊，佮甲咱指导，讲叫咱爱成立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参议院，啊，迄阵啊有参议院。通过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里面啊来来去去送给美国，美国又改一改又回来，啊又啊我们这边看一看，又讨论，啊又改一改过又过去，来回3次了。啊，你看这敢会过？吼、哦、啊，这好知影的这。这就是讲以后讲到权利法案，才提这本，啊，实在以后会根据这一本，因为这个美国都看过的，吼、哦，也，啊，大家这本我较认真来去了解一下吼、哦，啊，来，即马，我因为咱即马为这本的根据来发行这一张，这一张发行出来了，有诶讲啊，这啊无啥路。路用吼，咱即马来访问团，咱派30几个去美国，啊，因即马要来证实吼，咱这是台湾晶片的，有的单位吼无晶片，迄拢是迄拢假的呢，啊，咱这确实有晶片的，吼，应该有身份证压手一下好无？吼、哦、吼、哦，要无真多嘛吼、哦，啊。啊，赶紧来请，100%是正确。我今晚要过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讲咱这的成员现身说法，迄袂假哩。来，咱请啊，拜托，咱的成员。议长、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。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
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童星说，亚夫亚夫，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七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行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义灰熊肝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，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安尼敢会骗呢？啊，所以讲，爱予大家足清楚，爱了解，根本有诶都拢未了解啊！哦，啊，我别讲啊，啊，我即卖就要甲大家讲，一定是晶片，一定是晶片的。哦，但是哎呀，我这有写啥名？我这已经啥名写到啥，写无看到呢？用，可能用这张吼，迄名吼写。类似要甲大家讲吼，这是100%正确的。吼，啊，咱过来看这里。啊，这里当什么伊啦？伊讲啊，秘书长拢安尼讲好啦，啊，无我来提来美国的，会做啥相关的，爱着走去管道美国管的嘛。啊，是啊，不是，啊，伊要试讲这点确实有影无影，哦，有诶拢安尼啊，哦，啊，伊入去啊，你看，甲迄个入关甲登因啊，入关登伫遐，啊，这都是啥？啊，这都是80%的啊，咱这会用的，恁敢有方骗去？啊，恁拢来这诈骗集团来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敢是诈骗集团？诈骗集团爱伫入去管道。好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因为咱家吼以前的教育拢用骗的啦，啊，骗到大家，我啊就讲啊，你莫用骗去哦，迄诈骗集团哦，拢安尼啦，好，哦，啊，因为这张吼。大家我足清楚啦，我看上课的讲师，我甲你讲吼，这张后壁拢有迄个号码，你知无？大家拢知嘛吼？啊，嘿，啊，迄就是啥呢？迄就是讲啊，你他一看，因为现在没有籍贯啦，啊，这里面都有密，警察局都搞不清楚呢。高层的他们都知道这边有这个密码啊，因为我们是他的敌人。流亡政府当时是中国派来的啊，他跟美国啊来接收啊，美国是我们的敌人，他来轰炸我们，依照战争法，流亡政府是我们的敌人。啊，敌人哪会使叫咱去做兵？啊，叫咱去做兵啊？
咱也做够欢喜啊！啊，真正啊，啊，因为我是来去做医官，无我应该吼，我讲我商业学校毕业，我都头路好做啊，我来去爱去，搁阮迄个时阵啦，啊，搁去读大学，因为阮大兄我去做兵啊，5+3比八，啊，我比较悬一丝啊，啊袂使五厘啊，啊那五厘啥？啊，我讲啊，阮老母讲啊，无去考医官哦，唔，去考大学啦，大学考着都做医官啊，较看活啊，袂去操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讲，我系去考大学，这就是我一个动力嘛。哦，类似乎大家清楚啦吼、哦，这安尼啊，我是啊做兵，我足，我足好运嘞，我。甲你讲，大公我派警管区去，啊，佫派来团管区，团管区我看到摕了义官，我迄内底吼拢长官长兵，啊，干来我义官尔呢，啊，5点外遐吼，头5点遐，5点10分啊遐，就要食饭啊呢，食啊，啊，就侍郎公相啊呢，有诶会佫留到寝室，啊，有诶出去，啊，有诶啥。啊！我有警官寝室免我睏，啊！我当干那伫遐咧过时间啊，足艰苦啊！我则去走去政大，迄政大拄啊伫迄个叫做迄个政治大学，迄个金华街，迄个叫做气管啊，叫行政气管中心，我去走遐去，过去读册。啊，所以我原早讲诶。我若抽签抽去金门去，啊，我着传歌册来啊看，转来来考高考，吼、哦，拢家己有一个规划，吼、哦，类似安尼啊，吼啊，吼，大家知影，啊，我足好运，啊，转个抽去遐个走去读册，吼、哦，啊，类似讲，有当时啊吼，都爱把握现在啦，大家都参加了，你就要把握现在。啊，当时候的状况，我那个时候的状况，啊，无剩的时间，啊，头啊，五食饭头5点半就闲闲啊，咱要创啥？啊，就坐一个火车，啊，就板桥车头个近近啊，坐一个火车就到台北，啊，台北啊，就过去坐巴士去金华，迄个政大啊，气管中心去啊，过去啊读册，类似安尼啦，都要把握吼，这。好来，啊，搁咱过来看，这个图案啊，迄个是迄阵啊日本人吼，迄个精英班吼啊第一期的，我做的图案啊都从啊照甲用啦。啊，我要问遐日本人吼，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：是安怎流亡政府的国防部下令屠掉这个国徽？知影人举手看卖，有人要讲哦。啊，来好来，你较近，你有想要举手来，你来讲一下，是安怎涂掉？美国收回金钱，好，啊，搁多一个，迄个搁一个要，头拄啊搁一个举手要讲。啊，不是正常国家。好，我阁补充，拢有要有这个意思啦。我要补充一下，咱甲过美国啦，过了后，美国甲咱讲，以美国是向世界宣布，恐怖分子有3个条件。第一个不是国家，恐怖分子不是国家。第二个有武器。第三个征兵。哇，对哇，对对。咱甲美国讲，迄你讲的啊，爱实行你的承诺，而且。平啊，望你讲啊，好啦好啦，啊你，他不是国家，恁法院也讲的啊，
哦，头拄啊迄张啊，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哦，你不是国家啊，不可以有武器啊！啊，来来来来，都擦擦掉。又征兵，啊，不要征兵了，来募兵了。安尼大家唔知清楚哦。安尼今日大家来上课，就记得等于去甲大家讲。哦，安就足清楚啊！啊，这拢是咱去告美国，啊，必须恁抗议，美国接受执行。因以前吼、哦，迄个船形貌吼、哦，迄个帽啊吼，迄粒也无去安尼。因迄粒徽章，咱直接讲头讲三年啊，因即摆也有诶唔甘愿，嘛也会去。啊，无事实上吼、哦，迄粒无去安尼。迄、那个以前叫做迄个联勤总司令部，哦，联勤总司令部伊改做啊，后勤哦司令部吼、哦，嘿，我去审查一个案子啦，他邀请我去啊。我去甲问讲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以前我咧做兵的时候，这个传情报拢一粒徽章啊，啊哪会无去啊？伊若讲安那，就啊，即摆讲童年讲未使夹徽章啊，夹啥？阶级啦，夹一半的，啊是一粒徽啊，两粒徽啊，啊这是啥？啊，我歹势甲直接甲讲，啊，这就是讲，你迄个都袂使用你，这个车轮牌，这个都袂使用你啊！但所以这个补充好知影，因为我去审查，因个后备迄个怎后勤司令部，我敢去走两三撮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啥？因为我是学者甲。甲专家嘛，啊你，那上网有我的专长，会叫我去，啊我就去，啊我搁甲要求呢，哎、欸，你讲叫俺去查迄，俺到现场来看卖的，伊是要做迄个会弹吼，迄个一个单位咧处理的单位，我唔讲，阮都爱来看卖，啊我唔才会入去，我因就讲啊好，咱。当时伫台等啊，大家到庭来去遐参观，因迄、那个我可会走去较好做，迄个大厦，应该伫大厦迄家遐啦，高雄，哈，大树遐啦，遐一个叫做兵工厂遐啦，我来入去遐去看，啊，因为迄阵咱是专家咧。哦，咱也甲你安排甲足好势的。哦啊，这是讲一个，讲到这样啊，予大家清楚的吼。啊，时间上的问题吼，啊，这应该会出脱，这拢会知影嘛吼。啊，这人，啊，这都走入历史啊嘛。我去审查的时都，吼啊，这往后咧报道，咱也卖阁看了。宪兵司令部裁撤了，这啦电视报道嘛吼。啊，无金门这个，予大家看一下啦。哦，看新闻，新闻这个报道。今天的军事话题，媒体报道，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，针对有“前线中前线”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日胆岛等群岛，为了要发展观光，将会在三年之内撤军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，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，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等群岛，传出将在三年内撤军拼观光。对此，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。撤军基本上来讲，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。我们开放的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，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，而不是把军队撤掉。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，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？从大二胆撤军，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。
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。立委说，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，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，但大胆岛、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。小岛的价值啊，其实不是在军事上，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。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，他们晚上都不好睡，啊，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，会直接上岛，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。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。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。金门大胆岛、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。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，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文模、陈真，台湾台北报道。好，安尼恁大家清楚嘛吼？咱即摆要一个 PowerPoint 吼，咱要拜托咱的做啊。重新吼去找这边吼，我迄、那个大船离港，伫迄个高级班诶内底有一张大船离港，诶，这个叫做啥？泡饭吼，大家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即摆，因为讲到这吼，因为时间要5分钟左右啦，个别吼，因为后期我要去国外啦吼，啊，可能甲大家，因为那个读高级班，可能个别个同事会来上课，啊，我拄啊，咱有这个缘吼，高级班我咱无上着，啊，初级班上，所以我要予大家个了解最近的代志，就是金普聪邓海石，甲。迄、那个马英九讲大船离港了啦，啊是安怎叫做大船离港？大家去思考就好啊。啊，即、這个讲要即个自由广场，即个讲吼，啊向何方？啊，大家向哪里？平潭嘛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吼。所以我要提资料给大家看，讲啊，这个教授讲的拢无影无一只，我出个传播，我是要跟你讲，我讲的拢有证据，吼，未讲人胡未讲啊，吼，我要讲拢有证据吼。一切是6月16日，吼啊，这个人吼啊，一切的是。这个自由广场这个的报道，依据媒体的报道，刚回国的金普聪对马提出大船离港论。好啦，大船离港论，咱想看嘛，咱以前吼做囡仔时吼，好足欢喜的，讲大船入港，大船入港。啊，是啊，大船离港，美国啊，大遐米粉啊、牛奶粉啊，来帮忙人援助人，大家也足欢喜个啊！吼、哦，啊，即嘛，伊转来尔呢，伊伫美国才转来尔呢，甲讲大船离港啦，啊，这恁会知啊未？啊，唔知嘛，大家都拢无爱，互恁知啊嘛。刚第一届听到的牙手就看卖，嘿，别报章也报，我到第一间大部分恁第一届拢无看到嘛，啊，所以讲这都是安尼嘛，哦，啊，伊这个吼、哦，这个讲啦吼，马总统嘴巴上说我们同在一条船上，哦。哦，马主席的心里啊，正要啊离港的大船，因为说我们所谓我们吼、哦，因在政府官员呐、啊，因在政府啊，中华民国的在百官呐、啊，应该含金辅聪啊，你讲大船离港论，安尼咱是港家族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。向何方？向平潭岛了啊！平潭岛差不多拢创好啊。
好好好好。啊，无怪讲咱的高速公路，啊，叫一个拢予财团，财团发生代志，拢无问题，拢无代志。所以讲财团，甲我收收的，我走去平潭哦，啊，恁收的，啊，搁分我呢，伊搁要搁到平潭。来收咱台湾的高速公路呢，所以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咱大家爱打拼？拜托两件代志，好唔好？第一，叫较少年的，也是叫较有经验的。在现在，在政府机关的人员愿意来效忠咱台湾民政府，以后要会子孙较好过。我们的宗旨要效忠，我们的宗旨为百姓服务啊，为百姓设想。那安呢，请伊来。上课。第二个，要拜托大家叫去办身份证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好啊冇？大家做会到未？感谢啦，感恩啦，咱今日到这结束。